哪怕在朝鲜人别出银器，几百年之前开始是每个人都会做的，家家都得吃，人人都得吃，饭桌上离不开的这个菜品。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泡菜制作技艺传承人金松月，七八岁开始跟妈妈这个做那个喇叭菜的嘛，五六年生68了，那样的话可能60多年左右吧。很爱这个喇叭菜，现在几十年做了也是很爱很喜欢做辣白菜的。这个辣白菜这个做出来太咸也不行，再甜也不行啊，半年以后吃也是有点酸口，还得脆啊，这样的是标准的啊。再温水啊啊，是什么你啊必须的就是这个水啊，这个白菜给这个腌水里腌上啊，24个小时腌，24个小时腌出来以后的腌透了，好了，这是我们最最关键的秘诀的酱料，配料是30多个品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秘制酱料，必须的30多个品种。一个是朝鲜族的特色，就是一个延边的特色，咱们延边的苹果梨。再完了后就是一个是圆葱啊，在那个姜啊，完了后就是香葱，延边我们朝鲜族的这个香葱。完了这个萝卜、红辣椒啊，辣椒吧就是必须的，我们还得本地的辣椒用。这个辣椒面是我们都是本地的辣椒面，焖的时候吧就是必须得按里边开什么，哇好香啊，香吧，啊真的，这个戴手套的话就是以前啊没戴过，几十年做了，现在一戴的话这个料啊那个没有感觉呀，黏呐不黏呐，这个料那个水分大呀不大呀，这是我还得摸不出来。完了，最后还得好好包一包，放缸里放完了后，这个料都跑出去了。一个的泡菜都完成了。它这个腌完了后，再那个24个小时以后开始能吃的。全国各地哪个超市啊，哪个那个什么那个商场啊，都有咱们朝鲜族的泡菜。辣白菜切完以后，五花肉酱汤里面啊，米饭、泡菜饼、泡菜饺子，那个泡菜火锅，一个泡菜汤啊，各种各类的话，辣白菜咱们的泡菜一起配合这个做菜的话，都得好吃。做一次那个辣白菜的时候吧，以前吧都是那个过节一样、节日一样的，都得一起都热闹热闹。完了后摸完以后都得那个是高兴的啊，一起吃再喝，完了后跳。几十年之前开始我老婆婆传过来的，我是第四代，我两个姑娘一路上的有两个姑娘，就是传承是5代的传承啊，不是70岁80岁90岁，我就是永远永远我传下去我们朝鲜这个泡菜的文化，我必须要传回去。